为了培养阅读习惯，建立学习的良好基础，彰化县文化局为16号开始到12月2号办理阅读起步周系列活动，并于16号在彰化县立图书馆举办启动记者会，宣布活动正式开始。小朋友听经过最的表演是为记者会留来开场。为了提升囡仔对阅读的兴趣，彰化县文化局举办一系列阅读起步周的活动。希望让孩子可以多多接受多元阅读的机会，也可以透过阅读增进亲子关系。现在的3C，这种3C的产品非常的多，小朋友不要 太早的去接触这些3C产品，像这些，你看，好饿的毛毛虫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如果爸爸妈妈跟小朋友，你看月光下一颗小小的蛋躺在叶子上，有没有看到这一颗蛋？对不对？那小朋友就可以透过阅读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会一方面其实亲子的时间啦，好，那另外一方面小朋友的眼睛会还在成长，他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照顾。那最重要其实是小朋友能够有更大的这些想象的空间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亲子阅读啦，鼓励所有的家长跟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多读书这样子。除了系列活动之外，文化局阁特别准备阅读礼袋赠送予全民，欢迎民众到文化局网站查询，会当了解到阁较侪活动细节甲礼袋领取的方式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中华采访报道。